我其實頭先條問題係話喺編輯部入邊，你見到有咩問題？即係譬如交反你講嘅，咁另外譬如有啲咩問題，你見到今年你係有覺得下年作為呢個總編輯，你可以講啲事情況。我其實已經講過，一個係交反，一個係同其他科 cooperation 嘅問題。喺 cooperation 上邊，我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有啲乜嘢坐低咁傾，唔希望有啲咩誤解。我想問你對現存嘅改文制度或者嘅睇法點？現存嘅改文制度，我就我想話咧，如果下年我作為 EIC 係唔夠時間改文咧，我希望可以分啲嘢俾 EIC 改。呢個係第一個問題，第二個問題就係而家嘅制度，我唔覺得有咩問題。你頭先講到你唔夠時間分你 AI， 如果我唔夠時間，咁你係咪認為誒即係改文制度有頭到尾係你嘅EIC 係屬於一個改文？唔係，我希望咁，即係如果我改住先咧，我下邊個 AIC 可以幫我提我有啲咩錯，即係比如我頭先講嘅假起字、轉繁起字嗰啲問題啦。即係如果冇曬嗰啲問題，佢都同意我對呢篇文章嘅改法咧，我就可以當作係做完㗎啦。如果 AEIC 方面都可以同我做一樣嘢，如果有啲文章我覺得適合你呢個 AEIC 改住先嘅咧，我係俾佢改先，改完之後我睇完，如果冇問題就可以整完佢。咁呢方面咧，我可以同 AEIC 坐低好好傾下，有幾個 topic 你係比較呢個 specialize 嘅，我就交俾你改先。如果大家都唔識咧，我會自己改，或者我同你傾住，即係如果你可以 research 下嘅，你有興趣 research 下，咁你改；如果你冇興趣 research 下，我最好作為最後一個可以改問嘅人，我都會改。有一條問題就係、因為你個背景佢係好大，譬如你讀上海啊你可唔可以有冇信心為我哋 Footprint 喺編輯上帶有啲新思維或者一啲構思？即係全球都有一個內地化嘅趨勢，你可唔可以睇一睇？我想睇下你可唔可以引入一啲新思維，從而幫我哋出圈喺呢個咁浩蕩嘅環境度再重新我哋。我希望喺而家呢個大環境之下咧，係內地化好嚴重，但係我作為下年有可能做到 EIC 嗰個傳統人咧，我唔希望大陸化，我希望 keep 住香港文化呢個傳統。我因為呢份報紙香港人做可以，我而家就算做到 EIC， 我都係為咗呢個傳統同埋呢個價值觀去做落去。如果我哋改咗去大陸化咧，都變咗呢個報紙冇去睇啦，因為而家啲讀者都係香港人多，我唔希望改。仲有一條問題，你認為自己係咪一個好嘅聆聽者，同埋聽唔聽人哋意見？呢方面我覺得咧，我會聽人哋批評，但我都有自己的思考能力。我覺得如果你批評上你唔啱嘅咧，我會同你講。如果你都係唔應承唔同意我講嘅咧，我要睇睇case by case 咁樣，我會去到個 meeting。因為如果你嗰個意思係話，如果我同社長個 president 唔啱傾咧，咁如果我係嗰方面嘅問題，我希望可以開到個 meeting， 大家傾下咁樣，全部啲嘢都要傾下。阿羅總編輯，你有冇就住Peter 嘅問題？因為你而家想休息一下，